露娜，你今天要吃什么？不知道。哎，我知道，我今天要做我小时候很喜欢吃的料理，这是一种鸡肉卷。这个鸡肉卷啊，就是 cordon bleu， cordon bleu 就是蓝带。然后因为我们用烤箱烤的，所以我刚刚有烤那个烤箱，200度。我们用那个鸡胸贴一般，两个鸡胸它那个袋子，然后我要打饼。不要太薄啊，因为我会卷的时候啊，我要那个鸡肉都是一片的。好了，很棒，你看。那现在我拿那个火腿跟 cheese 放进它里面，然后盐巴、胡椒、百里香草，这个真的很香，这个真的是普罗旺斯的香味。的一样，那我们先卷那个火腿跟 cheese， 然后再卷那个鸡胸，最后啊，我要那个 toothpick。那现在我用面包粉跟奶油，我先放那个鸡胸，然后。放那个奶油在外面，那现在我可以放那个面包粉。那现在可以烤200度40分钟。这个 cordon bleu 啊，蓝带，很多国家说都是他们自己的发明，像。瑞士啊，意大利、法国，很久以前啊，就是在意大利，他们会用那种蓝色的缎带把那个鸡肉包起来。我那个法国的国王就是路易14，他又开一个厨师学校，然后他们又做一个比赛，然后说谁赢这个比赛会赢那个蓝带的称号。然后这个厨师又做过那个鸡肉卷。跟里面那个 cheese 跟那个火腿，啊，那个国王很喜欢，就给他那个蓝带的称号。哇塞，蓝带，哦，真的，外面都是脆脆的，然后里面那个 cheese 还是融化，就是软软的，好，试试看。嗯，好吃。好了，我给你。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还不错啊。所以那种蓝带啊，我觉得可以配一些马铃薯泥啊，或是对，可以配一些小菜，我觉得还蛮好吃。嗯，好吃吗？嗯。好，下次你们可以试试看。